那必然是好东西，谢了。走吧。台上的跟他们是一伙的。别急，台上唱戏那个女的给我拉下来。 快去！快去！生儿，哎，大局为重啊！等其他护院来了，咱们就真走不了了。他在故意为我们拖延时间，我们若是走了，他会有危险的。你们几个，快过去，堵住他！ 毁了！傻站着干啥？赶紧逃命去啊！烧死了，等会儿！快快快，去你们人！先走。 这伤口可不浅啊，明儿我们去医馆看看。啊，今日多谢马二姑娘了，若不是你帮我们打掩护，吸引那帮人的注意，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脱身呢。不客气。不过你们去宋家到底寻什么呀？还跟人打起来了，我在外面望风的时候都快紧张死了。啊，你还知道害怕？我今日让您走，您为何不走？ 我担心你啊！若今日不是宋府的堂会，若堂会上没有那么多人，若不是我和十三经过出手救下了你，你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坐在这里吗？我再三跟你说，很危险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执意要留下呢？沈诺，我救下你了，你还说我？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林茂，我告诉你。 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若我在，我可以护你周全；若之后我不在，你还是如此。你不在，你能去哪儿？我只是告诉你，以后做任何决定的时候，请你三思而后行。 我看是你脑子坏掉了，好坏不分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梁姑娘，梁姑娘。